在哪儿啊？尚在远处，无需惊慌。韩国俊，我看这也没什么怪物，吃人堡肯定也是瞎说的，咱们回去吧。是金陵那只黑棕灵犬，金陵，灵犬狂吠，一定是遇上了什么。难道是鬼手断臂？ 是迷阵，震慑的还不错，可惜想困住我们还是难了点。廖王还没再传来消息。现在鬼手行踪成功，若是真的去了青河。 说的一样，是仙子，那精灵呢？精灵在哪儿？此类灵犬终成护主，不会轻易离开主人的，应该就在附近。他怎么过来了？拦着！ 法器所破，是秦岭。